佢話以後唔嚟啊！我就送份禮物俾佢，等佢以後都唔好嚟。
送呢份禮物就係呢一度現場嘅一啲即係買嘢 coupon 嚟嘅 ，OK？ 咁咧而家送咗俾你，你就會嚟啦嘛。嚟啦嚟啦嚟啦！好啦，都好，大卷毛送出來的，免費的啊！免費，請看我這個。冇咁光度，我緊張，很緊張。對呀。好，很緊張，很緊張。跟住，哎，我想講咩？之後我們有時候在我。對啦，接下來呢就是。六位小朋友的精美的芭蕾舞表演，冇錯啦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女芭蕾咧，就係 La Fiore Royale 咧，係有六位小朋友會出場嘅。呢六位小朋友咧，亦都係比賽隊嘅學員嚟噶，由六歲至到十歲嘅小朋友啦。佢哋本身咧有四個小朋友做四隻小金豬，有兩個小朋友咧就會做兩隻起雀嘅。咁亦都咧係充滿住咧喜慶嘅呢個舞步咧，係跳出咧中西合璧嘅芭蕾舞。哦 ，OK。不用翻譯咁多啦，好嘅，一間個節目叫咩話？冇問題，叫做普通話。對啦，叫喜鵲，怎麼樣？珍珠啊，金珠報喜，喜鵲迎春。冇錯啦，係，有冇內話俾你？喂，咁你要俾啲獎先啦，